王爷，这两天王妃不肯吃饭，说宁愿饿死也不做阶下囚。吃饭。我不吃。把厨子带过来。是。既然做的饭菜不合王妃的胃口，你这双手也没用了。住手！ 你怕我？是。你亲手把我变成这样，然后你跟我说你怕我，你对旁人尚有恻隐之心，为何对我从不怜悯？当初是你非要赖在府上，说当丫鬟也行。 你故意的，不好意思啊，王妃，我要给王爷打洗澡水，太着急，手抖了，我要赶紧去了，不然王爷该等急了。你不用去，王妃。 王爷，请您去倒洗澡水。哎，喂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别过来啊！你觉得我会碰一个杀过我的女人吗？你哪来的自信，觉得我会念念不忘？反正我就是一个冷血又无情的人。 你要是觉得失望，那就放我走。真的以为我不会杀了你？我执笔墨三句，光亮起。 痕迹，被世人标记，风尚作了戏。死过一次，还不长记性。你太爱看那七色剑，如今看，也不过如此。 那恭喜你啊！感情我就是不值得，你早该死心。你可以走了。